小啊，我在，今年在报老嘞。啊，你若爱惜命，你就今年在报老的你人走。啊，唔知有诶看到即款歌戏，我迄个时阵有看到即歌戏，安尼咧播，安尼咧演啊，讲即条路我铺诶，小啊，我在，为遮过爱过落去。啊，就即个思想嘛。实际上，啊，搁包台嘞，政府唔做，叫企业来做。啊，这是在大家去想吼，想这个问题吼。这就是甲咱的所讲的公共啊事务，就是爱解决人民的需要，啊，解决人民的问题。啊，予咱社会大家人民过了较好，这上重要的目的，吼、哦。啊，时间上的问题吼，当然，若带随身碟来啊，有带随身碟来啊，会使扩登去，吼、哦，会使扩登去内底吼。啊，其他我要讲较紧吼、哦，咱即马要讲成本效用的原则啦。这一定要知道，咱做一个啊，人讲执行者也好，吼、哦，管理者也好，吼、哦，拢要了解这个原则。这个原则是啥？是讲咱要这个支出啦，诶，这个成本啊，哦，咱这个支出甲这个成本啊，诶，这个效用。有偌大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遮有列出来讲，这个啊效益来抵这个成本，哦，效益抵这个成本啊，就是叫做益本比啦。啊，这个益本比啊要大于益啦，益本比，吼、哦，效益大于大于成本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益本比吼、哦，啊。啊，大于啦，是安那大于，袂使蚊仔馆啦，袂使做蚊仔馆，蚊仔馆大家知影嘛吼？迄、哦、就是政府啊，无啥物规划啊，干阿讲啊，恁遮个咧套啊，好啦，创一个中心予你，啊，实际上都没有充分利用到，啊，都没有效益啊，啊，这就是效益要大于成本，安尼才有。啊，诶，这个规定，因为咱应该大家拢有摕到这本，大家有摕到这本无？有嘛吼？这本就是咱啊，台湾公民权利法案来回三次啊，咱写写送给美国看。啊，美国阁推倒转来，啊，阁咱阁改改，阁去予美国看，美国阁推倒转来，啊，第三摆来来去去，第三次才通过的这个法案，所以29条迄阵啊都有规定啊，咱一定无要甲流亡政府啊共款，迄、那个叫做啊预算制度啦，咱这个叫做啊税出概算啦、啊。一定按照一本比例的大小排列，吼、哦、一本比例的大小啊啊排列，啊那小于一的，迄都要专案处理啊啦，小于一的啊不可以，那正常啊不得执行，啊那要执行，第一是不是人民需要，第二。是毋是啊？迄、那个叫做咱主要啊，要解决人民的问题。哦，啊那安尼达到这个叫做迄、那个社会的叫做啊和谐啊，甲这个啊的情形，咱可能就要专案处理啊。啊，那无专案处理啊，拢一定是违法。哦，这点要啊，咱上尾啊。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，
啊，上尾啊，要甲大家讲吼，咱诶今仔日要讲，就是讲公共事务啦。公共事务啦，一定爱有这个成本的观念啦。咱要做一代代志，讲咱今仔讲，咱口袋啊内底有偌济钱，有诶讲口袋里面多深啦。啊，你口袋啊内底有偌济钱，啊，咱啊依照这个观念啊来做。啊，这个观念是啥？咱就要爱做啊，把事情做好啊，做好事。啊，做好事，这就是啥？太多啦，吼、哦！咱所有的坐伫遮的人，以后你咧执行的时，你咧做管理的时，你咧做控制的时，你爱考量着讲你的态度安怎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态度就是啥？就是啊，咧做事啊，爱有心要做好啦。你若有心，绝对无共款。你若用应付的，太多用应付的，啊，佫无心，拢无法度好做出来啦。所以讲，希望大家一定咱啊，执政的时，恁一定爱态度上啊，要把代志做好，爱有这个效率。啊，做代志的时，一定爱有心，啊，有心一定会完成。所以，咱要达到这个公共事务的目的，一个解决人民的需要，啊，过来就是啊，我们解决人民的需要之外，也要给人民啊有一些福利啊，一些使他们活得啊很好。啊，即摆大家精神上拢无真好嘛，所以咱的目的就是遮。啊，因为过几分啊，吼啊，歹势，啊，咱今日讲到遮，啊，感谢大家。